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台风少年。Hello， 腾讯视频的网友们，我是马佳琪。Hello， 腾讯视频的网友们，我是丁成鑫。Hello， 腾讯视频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宋亚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耀文。Hello， 腾讯视频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真源。Hello， 腾讯视频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浩翔。Hello， 腾讯视频的观众们，我是贺俊霖。是哪一个瞬间？我觉得应该是当时因为当时在分组嘛，分组练习，对，然后的话 一般是三个人，一般四个人，但有一次因为没有教室了，然后我们就都挤在一个练习室里练，然后就大家都练到很晚，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印象挺深刻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一起去海边玩的时刻吧，然后大家一起玩水玩啥，我觉得挺开心的那一个瞬间。就是其实我也是海边玩水。我印象最深刻的话应该就是大家在当时小组分组然后对抗赛的时候，当时熬夜练习的时候吧，然后练完之后大家一起去吃宵夜，哇，那时候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应该就是宣布淘汰不是我们组的时候吧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应该是看日出的时候，觉得那个画面挺美的。我其实印象深刻的也是看日出，但是看日出有两个，一个是练舞熬夜之后看日出，一个是去海边看日出，对，有两种不一样的感受。一种感觉是特别不想看见，一种感觉是哇太美了。觉得你们团队区别于其他团队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？年轻，年轻，我们是八点钟的太阳。是的，在蜕变之战的舞台中，觉得最不完美的是哪一个？可能就是没有把延期林总拿到3-0吧。啊？真的吗？其实我觉得也挺多对自己不觉得不那个什么地方，因为我觉得肯定还是觉得对自己不满意才会向着继续往下走呀。对啊，比较遗憾的可能就是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充分去准备一个舞台吧。在海外训练期间有没有发生什么趣事？小当当把番茄酱弄到裤子上了。糗事，也是趣事啊！我笑了好久，番茄酱弄在裤子上，然后会拿纸，然后叫工作人员拿纸，太好笑了。不过你们不要看到我，很好笑。我场看到了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可能裤子被跳了烂了很多条吧。对，裤裆开场。哎，不要这么对、啊对啊、看破不说破，你发现你们俩裤子都看跳到跳到一半，错。晨练的时候，大家顶着5颜6色，不，奇形怪状的头发。对对对，晨练完这个头发就好了。对对对。如果可以安排7人游玩一天，会怎么安排？先睡一觉吗？睡到自然醒。看起来的时间是多久吧？我觉得。如果是中午呢？如果是中午，先去吃个饭，看个电影。可以，水上世界，哦，水上乐园，对，主要是太热，只是在岸边看看大家就行了。我好像不能去玩那些水的，骑自行车呀什么的。时间先到了，晚上会怎样安排？晚上吗？晚上一般夜场就是看电影吧，看电影，看电影，然后吃夜宵。作为大家的偶像，你们有自己的偶像吗？有，快来，来了，又来，快吹自己的偶像，快。我偶像是维维老师，很喜欢他。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，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，我穿过金黄的麦田，去给稻草人唱歌，等着落山风吹过。唱完了，好，厉害！我比较喜欢林俊杰老师，行走和 CD。哼他个什么呢？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，想你想你，Oh my god， 林哥，我说谁呢？可能周杰伦前辈吧，听的比较多，因为平时唱他的歌也比较多，
雨水窗边蝴蝶哒哒哒哒哒厚厚一张脸。我嘛，我华晨宇老师。大哥太高了吧，唱啥呀？随便唱吧，唱黑瑞。唱七天。雨和月在重演，谁号令七天七天断缘。下次那个抽奖的时候能不能看一下？好了，就是抽签名照的时候那个。我就不用说了，就是陆哥，对，随便唱两句吧。我唱那个，唱封印。You got me so exciting， 和你对我有着魔力，这是我不能够再呼吸，让我彻底无能为力，爱情被封锁了印记。Yeah。你唱。我的偶像。其实比较喜欢吴亦凡老师，大碗宽面，就唱他最后那段吧。你看这个碗，它有大有圆，就像这个面，它有长有宽。厉害。啊，我吗？我比较喜欢王嘉尔前辈，还有那个五月天前辈。突然好想你，你会在哪里？过得快乐或委屈？用一个水果形容右边的队友，并解释一下为什么。我觉得是柚子，因为清火。清火意思是我很冷，就是你很冷静。我很冷吗？嗯。对，你不会发火。要什么？要芒果嘛，产自热带，然后就非常热情嘛。就这段嘛，火龙果嘛，热情似火嘛。真秀，真秀。你是，哎，看西瓜吧，籽儿特别多。对，话多籽儿，话多。盐籽儿特别多，盐籽儿。籽儿的话，应该就是橘子吧。甜 ，OK， 甜，因为他一般不是拍照什么的都喜欢拿橘子，拿个樱桃吗？樱桃小嘴，哇哦，赢了，你还笑什么？桃子吧，可爱，因为脸红红的，桃子就。可爱。宿舍房间怎么分配的？靠剪刀布。二三。很简单的这样。是玩游戏。玩游戏。对。我们是通过一个非常奇怪的游戏得出来的。捉迷藏。没想到吧？那那个场合环境里面捉迷藏，大家还能躲9分钟。太秀了。每个人报自己室友的一个料。你要说啥呀、啊？你说没啥啊？晚上非要拉着你跟他一起玩。马哥的小票就是每天晚上把房间灯一关，把他充电器做成一个陷阱，因为他的充电器插在床尾，但是他床没贴到床尾，我们过路要从那儿过，然后他就把他线那拉着的，然后每次有人一过，把他那个线就给踢飞，还会绊着别人。不会生气，不会生气，我能怎么办吗？他会觉得很好笑，哈哈哈哈！他就在那委屈。爆料他一个，爆料你点啥呢？丁哥啊，丁哥是属于那样子的人，他属于就是平常如果很乱啊，就特别乱的时候，然后他不会管，特别乱。比如说他衣服嘛，他之前没有收拾的时候就堆在一起，然后前两天突然就说把衣柜收起来，然后当天就弄得特别晚。就开始一件一件挂，一件一件挂，然后就全挂起来，就是有那种强迫症的那种人。哎，聊完是聊完，非要跟着你一起睡？没有。哎呀，叫醒了。没有什么鬼？害羞了。马哥平时不喜欢穿睡裤。啊、什么暴露你的室友？我的室友。聊完啊。我室友有什么可暴的？对，啥都。你
你们室友可不是我，你们俩合在一起爆料就有可能。什么鬼？怪异的配着什么可爆的？又怪异。他喜欢穿卫衣睡觉。卫衣？谁啊？他？对啊。哇、哦！是是是是是，对，真不嫌热，就打个。好像没点。昨天空调还开28呢。哇、哦！你让我开28了，我说他这么热。啊，我来爆料一下我的室友。我的室友呢，他不喜欢洗袜子，他洗袜子的话需要一直堆，一直堆，一直堆，堆到很多的时候，他才会一起去洗。洗的时候吧，一洗洗完之后，第二天干不了，怎么办？没袜子穿，他就全部穿。然后我的室友，就是我左边的左边，对，他就是我的室友。这不叫不喜欢，这叫喜欢把堆起来洗散的东西弄到一起来弄。说的很有道理。其实苏小轩睡觉的时候，每次我一转过去，他都会让我转回来。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我如果我要侧着睡的话，说哎呀你转过来，就会这样。哦，厉害！就是你背对着他，他非要你转过来。对。哦。我们两个都可以说吧。对。两个室友。那我就说点猛的。首先，取悦于你现在早说了，取悦于你。无所谓了，我跟你说，反正大家都不要相信他们的话啊。赫尔的话，赫尔的话，哎，算了，不说赫尔了，说翔哥吧。然后翔，哦，睡觉之前如果要看手机，他会发出有点像呼气、吸气的声音。哦哦、对对对对，我用我鼻子是堵的。就是对，现在这个行吗？对对对，是堵的，我有鼻炎，我也有啊。来跟张真源，太可惜了。张真源睡觉不喜欢穿衣服，对，然后裤子挺随意的，然后他不仅脱了衣服之后，还要来我们床上乱晃几圈，还要在那儿。就是突然贴过来一下，什么？哪有呢？如果你想要抽烟，请你喝一杯抹茶星冰乐，你会怎么对他撒娇？啊，对他撒娇？抹茶星冰乐，我要喝抹茶星冰乐。这是在 diss 谁？这是在 diss 谁？我们按照年龄对比自己小的那位撒娇。啊？来吧，快给你们，帮我买一下抹茶星冰乐。要撒娇的语气。啊？撒娇？哎。帮我买一下抹茶星冰乐吧。对着小马哥说。啊！哥！请问，好刺激啊！说不出口，没见过呀、啊，等一下，这怎么可能会？好好见一下。帮我买一下。你看不见吗？这鸡巴大爷。没见过。帮我买一下抹茶星冰乐。啊。打不过了，是。金儿呢？金儿是啊。哎，你看撒娇，真秀。小马哥，我想喝抹茶星冰乐。完了，张金儿对我撒。重庆话吗？帮我买杯抹茶星冰乐嘛。你看吧。啥子？啥子？他戏。啊？好快，那么快吗？你有啥想去干的？怎么了，山东大汉？快点撒！山东大汉干谁不是北方人啊？我也撒了，快点撒！我想喝抹茶星冰乐。这是家乡话吗？看这是撒娇。你觉得满意吗？不满意。重来。我想喝抹茶星冰乐。满意了，一定要，一定，宋亚轩的话，一定我要。好好的看一看他撒娇。我想喝抹茶星冰乐。哎，不行，我就不行。哎呀，我想喝抹茶星冰乐嘛。我就不行。我想喝抹茶星冰乐。哇！来了，给我。我想喝抹茶星冰乐。哎，不行，不得行，蒙骗过关不可以，好撒。要撒娇吗？真的要撒娇吗？对，平时啊，喝抹茶星冰乐。哎，对，就是这种。不行，再来，再狠一点，再嗲一点，再嗲一点。宋老师教你呢。我想，对，
我想喝抹茶。又要笑死我，又要香锅。可以了，这里。我想喝抹茶行不行哦 ？OK OK OK 我还在第二次。我想喝抹茶新冰乐。你不是这种，你那个视频是怎么来的？没有到那种效果，你前面有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、那种没有，没有。对对对，宋老师在线教课，你要到那种效果，音调提高一点。对啊，你们怎么？就一遍，就一遍，真的就一遍。我要喝抹茶新冰乐。乐，我要喝抹茶新冰乐。不行，我要喝抹茶新冰乐。不行，难过那种。我要喝抹茶新冰乐。我可以用重庆话吗？你要撒娇，撒娇简直让我买呀、啊！撒娇你不叫撒娇、啊，撒娇就买。天天你就想想你昨天晚上怎么撒娇的？那你撒娇这边六杯抹茶新冰乐给你买过来。快点啊！等着你了。你帮我买抹茶新冰乐吧。那不行，太水了。我有点停留在月球黑夜时代。对呀、啊，你参考一下我刚刚那一遍。要切。我要摇吗？要摇吗？你现在我刚刚那边音调提高一点，然后语气放。我要喝抹茶新冰乐。我觉得我已经够娇羞了吧？够了。模仿其中三位队友的经典动作小习惯，其他成员猜出即可。公主抱起任意一名队员，现场表演睫毛弯和冠美的里面的动作。睫毛弯组的人跳冠美的，冠美的跳睫毛弯。要用家乡话唱姐姐恋爱吧。蹦咔咔，请用可爱、高冷、娇羞三种情绪对着镜头说出姐姐你看我。Oh my god！ 30秒内唱出3首歌词里带有少年的歌曲。跑街 QQ 糖，指定一人掏 QQ 糖，自己吃到3个。我来这怎么可能是我？我哪有这个动作？因为怎么可能有？他最多是两。这个是吗？我一般都是这样啊，丁哥是这样。我一般都是。哦妈呀！我只会撒娇，不，我被安排了。